这首歌就是好高。我是女生，为什么要唱我是女生啊？我不是女生啊。我数着脚步的声音，是男孩子。漫无目的的前行，回家或到处散散心。我也做不了决定，生活事业社交关系，明明都努力上进，眺望着繁忙心事里，只感觉到空洞的心。世界我看得再远，始终有一个盲点，你就在我的身边，我却一直没有发现。成功自己手不言，只不过刹那云烟，恩赐记一直没有回头看见，爱就在眼前。十点钟抽巧克力。一个人背多少责任，才算是承受安分？身上有多少的伤痕，才叫做精彩的人生？世界我看得再远，始终有一个盲点，你就在我的身边，我却一直没有发现。成功在己手不远，只不过刹那云烟，恨自己一直没有回头看见，你就在眼前。雨天忘了生日，忘了问你的愿望，你付了多少我不知道的账单，你做了多少我没回来的晚餐。哦哦哦哦，始终有一个盲点，就在眼前。接传奇的四个火箭，我没有破音吗？好像。怎么保持冷静啊？怎么保持冷静？我现在很冷静，很清醒。